品川说论镜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品川，今天继续管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，由 Fly 大战欧皇 Happy。 两位选手都比较喜欢硬刚，再加上又是兽族和亡灵之间的对抗啊，观赏性直接拉满。本场对抗时间也比较的长啊，希望大家慢慢欣赏。好，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 LT 哈，非常经典的一张地图，失落的神庙出生在地图大概是六点钟位置，蓝色的兽族 ID Fly Go Go Go， 我们的中国兽王 Fly 百分百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啊，出生在地图的大概十二点钟位置，红色的亡灵 ID Happy， 目前的大魔王啊 Happy。好，看看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开局。Happy 这边的话，首发的是 DK 死亡骑士，哎，这也是 Happy 的一个常规打法啊，狗流开。那另外一边呢，我们看一下 Fly 哈，终于还是拿出了自己最钟爱的剑圣。那 1.36 版本是吧，一般的话是先知首发概率比较高，那没办法啊，战术方面先知打的还是比较的舒服一点。但个人来看，Fly 还是比较喜欢剑圣，这张地图比较的大，剑圣发挥空间也会比较的多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。开局的话 ，Happy 依然是纪律性非常的强，管你打谁啊，反正侦查必须做到位。好，侦查了一下，不是近点意味着什么？哎，不是近点，那我这个矿就可以开了啊。如果是近点的话，那这个矿开起来就很危险，不太好守。那 Happy 的话应该是要开矿了，果然啊，侦查到近点之后，对手只要不在近点，那我分矿就可以开。另外一边 Fly 的话，剑圣升的是分身。1.36.2 版本剑圣的分身有伤害也有经验值哦。好，那接下来 Fly 也是开矿，这剑圣的名字好像不是很吉利啊，又输了，希望 Fly 可以逆天改命。好嘞，有剑圣分身在，那基本上不需要药膏也可以安全的把这个点给练完，上来直接开矿。我有你 Happy 还没有放矿盖子，我就已经放下了。好嘞，那开局的话，这边 DK 搞的一个是攻速手套，额外攻击速度加18 18%。那这边的话 Fry 搞的是一个攻爪，好，一个是增加攻击速度，一个是增加攻击力，两个人开局打的都是攻装。那我们看一下 Happy 卖 TP， 接下来的话看看能不能找到剑圣是吧，一般剑圣上来的话或者说先知都是练中间的这些小点，然后呢泡个温泉，但这里没有，没有啊，这边 Happy 的话没有抓到 Fly， Fly 的话表示稍后一点我马上就来了。好了，侦查了半天没有，那 Happy 就自个练了，不在我就安心练，你在的话我就打扰你。好，剑圣分身小时，那这一波的话我继续练，家里的话看看 Fly 的话这边还在练，Happy 呢也是酷了，侦查到了哦，原来你出生在这个点位，懂了啊，两个人是原点。剑圣继续分身，看到这个名字啊，总感觉为弗莱捏一把汗。DK 抓过来了，哈，原来你在这，那接下来的话就要无限 C 把这个大技给干掉。剑圣没有鞋子啊，不太好追。好，剑圣两个攻爪了，哎，这里把野怪给弄醒。好，野怪的话稍微进化一下，一发 C 大技没有送掉，那剑圣继续去追。剑圣的话。二技能他还没有点，他应该是想点这个暴击啊，但是呢又想搞个疾风破来个英雄给杀了，所以现在很犹豫。好，分矿这一边，哎呀 ，Happy 这一边的话还是抓到了这个机会啊，我来偷袭一下你的分矿，那这个矿的话好像开不好了。小苦工想过来抢救一下，来得及吗？猎头过来，这边 Happy 直接过来拆，我们看一下 Fly 能不能修得住啊，好像修不住了。啊，能多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吧，看看剑圣能收割掉几个单位。哎，只是干掉一条小狗，这边的话要不要钻出来？好，钻出来，经验值剑圣拿到。哎，差一丢丢，这个分矿就开出来了。Happy 呢还是抓到。那这一波的话，分矿没有开成功，弗莱的话得从头再来。其实弗莱的话前期已做了很多准备啊，已经升好了这个尖刺，但没想到 Happy， 还是硬来啊，被他给莽穿了。好嘞，塔好了一根，那接下来的话这个矿继续开，两个骷髅啊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剑圣的话再找机会练到三级， Happy 的分矿已经开好了，哎呀，这 Fly 的话哇上来先开矿，但是最后还是欧皇开出了啊， Fly 的话暂时没有开出来。哎，那剑圣还是升了一个疾风步，但现在剑圣的问题是魔法值不太够啊。
暂时没有鞋，能追到不？好，我追，狗子没有生好狂狗，还是有机会可以追到的。剑圣金光一闪，升到了三级。哦哟 ，Happy 又过来拆，哇，这个分矿是真的难啊！那这一局出来的话有点难了啊，分矿三番两次被欧皇给拆掉。哎，这一波的话还要围杀你的猎头 ，DK 现在有光环，围杀起来真的是得心应手。好，剑圣回来了，剑圣双弓爪来，先拿对方的小狗开刀，但是 DK 有 C。剑圣小心啊，狗子有点多。那剑圣这一波拖，看能不能把分矿给拖出来。这边还在继续追杀一下这个猎头 ，DK 卡位，然后围杀。Happy 这个围杀还是厉害的啊、哦，看你能走不？来，继续围住。嗯，这一波的话，阵亡了两三个猎头。好，二本生好，二发的是一个小歪。那这一边的话，二本慢了一丢丢。分矿冰塔，大墓地。该有的都有了，接下来的话就看看双方后面啊，到底是骚扰呢，还是说继续开矿？这张地图啊比较的大，开矿的话潜力也很大，甚至还能去岛上开矿。不过这个岛的话不需要飞艇啊，也能走过去。DK 终于是升到了三级，搞了两个攻速手套。嗯 ，Happy 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装备的。回来的话，哇，这个剑圣技能点的有点花里胡哨啊。三级剑圣每三个技能分别点了一级，嘿，什么都兼顾到，那这个剑圣比较均衡。哦哟 ，DK 的话有三级、二级 C 杀猎头是真的舒服呀、啊，这猎头一个一个倒下，后来怎么办？好，小歪关键时刻出来了，看能不能把 DK 带走。DK 的话是没有 TP 的，有机会，贴了一个加速。好，这边想反杀小歪，可以，听说你喜欢卖 TP。好 ，Fly 突然局势，哎，又打回来了啊。所以说自己的猎头一个一个倒下，结果上来小歪一过来直接把英雄干掉之后，哇，小狗两条带走，这一波大赚特赚。好，那这一波拼完之后 ，Happy 这个节奏稍微的有点断啊。那英雄的话只能去买活了，你再复活起来好像有点来不及，因为二英雄还在出，占了祭坛，除非你双祭坛爆英雄啊。好嘞，那这一波拼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 Happy 后期的一个打法。Happy 的话再升三本，放下了双地穴，哎，双地穴双屠宰场，他要毁灭天鬼一波吗？就看一下后面是不是这个打法。好，小歪到了二级，小歪刚出来立大功了啊，上来追杀对手英雄，追杀成功。好嘞，把中间这边的点给清理完毕，等兵力多来练一下中间这个温泉啊，练完中间温泉兽族非常喜欢啊，时不时过来泡一泡。好，还撇了三条小狗，那继续练。我们遭到了攻击。这一波的话 ，DK 特意买了 TP， 这没 TP 是真不行啊！剑圣输出再加小歪的一个控制，还是要有个 TP 保平安。好，攻速手套全部给巫妖，巫妖才是不死族的输出 C 位。DK 后续的话要做一个幕后是吧？多是辅助一下自己的英雄。来，那接下来的话，这个点开始练了，好，天鬼开始出。天鬼一出，双方要拼空军啦。法莱这边也是出飞龙啊，这边出天鬼。DK 打了个吹风，哎，吹风不错啊，关键是把剑圣给吹起来。好 ，Happy 这边练，那法莱这边也同样练一个大点，买了个伐木机器人，把木头的问题给解决一下。啊，法莱的木头确实有点缺啊，钱将近一千，这木头才两位数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胖子打了一个弹战歌军鼓，好，不用出科多了啊，你出科多好的话比较笨重是吧，不，没有飞龙这么有机动性，刚好剑圣打一个这个光环。好，剑圣升到了四级。那我们看一下小歪这边，小歪稍微的有点尴尬啊，身上没有道具，要不把这个光环给小歪吧，剑圣后面的话还得买点什么肉装之类的。好，两个人的话暂时处于和平发育的一个阶段，你练级我练级，三本之后双方再各种出招。这边 Happy 三发的是个恐惧魔王，那恐惧魔王的话一方面是对空能力比较强，后面可以升斧风，再加上一个睡是吧，把对方的英雄给睡掉。好嘞，中间温泉，嗯，看一下还在。好，回来的话可以找机会去把中间的温泉给练了，三本升好，接下来得找机会把这边的一个城防给升一下，城防一升建筑学硬邦邦。Happy 的话，好，装备工装全部给巫妖，哇，这个巫妖的装备确实不错啊，加8的攻击之爪。那看一下这一局谁先搞到加12的工爪，这张地图还是有机会出加12工爪的。好，大地图，那回来的话这边练级开矿。
欧皇那边的话也要开始转阴影了，阴影一出你在哪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好，这边打了一个抗魔，打其他种族不好说啊，但是打不死族打到抗魔这个装备是非常完美的。众所周知啊，不死族这秒英雄能力非常的强，但是抗魔的话它可以把法术伤害降低 33%， 贼舒服。好嘞，巫妖的话这边再打了一个智力加六，智力加六看看后面要不要给 DK 恐惧魔王带好了斧球，到时候给巫妖啊。好，回来的话继续练，后面回来看看要不要迷你基地开个矿啊。兽族哇，就这点好，三本之后开矿这贼快啊，当然费钱啊。好嘞，这个点可以考虑练一练，这个点的话也收割的差不多，一个两个人的话呀都是顺时针练啊，好像不会相遇啊。啊，练着练着就练到别人家里去了。这边飞龙自爆啊，弗莱的话基本就空军打到底了。哎，这里又一个大点还没有练，剑圣分身去对手家里看一下，无忧献祭深渊在工作，意味着再出阴影了。那对手再出阴影，弗莱的话要不要出个巫医呢？灵魂小屋安排啊，巫医一出，满地图查眼睛啊，确实后面这个视野必拼肯定要做好，否则哇，你干啥哦？这刚说完加十二公爪就到手了，可以加十二公爪到手。那这一波这个剑圣有肉装有弓装，现在是4.6级，马上到5级。哦，弗莱搞了一个炸弹人，可以，你好像不在家是吧？那我去你家里逛一波，顺便用炸弹人看看能不能炸一下什么塔之类的东西。好，弗莱上了又输了，剑圣名字不是很吉利，但是弗莱打得很凶。来，冰塔，冰塔可以炸掉，好，必有火，两根塔给他炸了。来交个 TP， 两根塔处理掉，自爆一冲，哦呦，空军比拼比拼，哇呀，天鬼对空能力还是强。好，这一波弗莱上来直接把欧皇的人口给炸掉了，那欧皇现在卡人口了。来，趁对手人口爆不出来，弗莱的话疯狂爆兵，呵，此消彼长情况下是吧，我这个部队马上就要超过你了。看看小歪有没有多余的钱啊，剑圣的话好，没有多余的钱买 TP 啊，没有多余钱买迷你基地啊。那这一波看看小 YTP 先安排好继续练，欧皇的话压过来了，中间这个点好像被欧皇给练完了。哎，中间双方要相遇了不，70-67，回来的话人口差3，马上就70了。哎，这一波好像要抓过来，好，要抓过来了。这一波的话，哎，看见了看见了，巫医的话刚好过来，结果对手就过来，哎，这里装备先拿好，然后往里面龟缩。来，那欧皇过来，那我就反客为主来抢你。好，你去里面，那我这边练这里。这一波剑圣还要练吗？那欧皇说完这个点马上就来了。弗莱哈，真的是拼啊，来，能抢一个怪就抢一个怪。好，这个练完，哎，打了个蓝牌，小歪拿到手，可以阵型拉好。好，小歪还是走了。这一波弗莱的话撤退起来非常有节奏啊，拿了个蓝牌，拿了个大怪，经验值到手。好嘞，剑圣到五级了。那这一波拼完之后人口66，这边是69 ，Happy 人口稍微的有点落后啊，三人口不多。不过 Happy 的话，第二片分矿再开，弗莱的话暂时没有开。哎，这个分矿开好之后的话，那欧环这边领先一个矿，贼舒服。好，指环先给牛头硬起来，剑圣的话先拿工砖，再加上一个抗魔。剑圣啊，就是横啊，格子多一点就好，是吧？这个剑圣的装备起来不得了。好，现在双方开始互排视野了，你把我的眼睛弄掉，那我呢也早就会把你的阴影给弄一弄。这边剑圣分身去侦查有没有开矿，暂时还没有侦查到欧皇的第二片分矿。好，巫医继续放眼睛，哎，看见了，你刚才你抓我，那这一次我抓你了。好，先把盒子给解决一下，来，一个盒子解决掉。小歪呢也要快升五级了。好， Happy 这边阵型拉好，两个人要硬拼波，68-71，双方人口差了不多。自爆先把天鬼给撞掉，天鬼撞完之后，那处理你的毁灭飞龙的得心应手。好， Happy 一看，对手有点凶，我先 TP。 来，两个人互抓一次，那抓完之后这个点可以练掉，哎，舒服啊，嚯，9级的一个石头人。那这个点，哎，剑圣能不能走一走，但剑圣走的话又不太好练，就有点尴尬。练吧，小歪马上还先牛头先练到2，牛头练到2，练到3，把剑圣输出一下，打得差不多了，走走走。哎，这边小歪的话找机会治疗一下。哎呦，飞龙是真的脆啊，装备打了一个适才柴具，哇，可以啊。
可以将对手的一个兵变成自己的钱啊，炼金的大招。Happy 继续上档，好，你上档，我也上档。哦 ，Happy 已经预判到对手要练那个点位了，毕竟自己本来要练，被对手给抓，那对手肯定要练。好，我练，主宰权杖，哎，这边是控制一个目标敌方单位，这个相当于是黑暗游侠的一个大招。哦，两个人互相打了一个大招，但是呢，这大招的次数是吧，没有那么的多啊。好，分矿再开，那这一边呢？Happy 的装备也打得差不多了，巫妖的话加八公转，哎，可惜没有到五级 ，DK 也没有到五。这边看看牛头 2.3 也得找机会练五级。好，弗莱的话也在开自己的第二片分矿，那双方的矿马上又形成三矿打三矿的一个局面。好嘞，这一波的话剑圣抓了过来，有一个分矿，只有一个冰塔，那这边 Happy 要不要守一守呢？小狗过去支援，但是这里狗子来了。Happy 的话是有侦查的，那分矿要被发现。好 ，Happy 回城。本来的话贴个加速，要不要拼一波呢？我们看一下人口方面，87-15还是 Happy 的人口领先。啊，飞龙这个机动性就舒服。哎，这个分矿打完打这个分矿，你 TP 来 TP 回去也来不及了。好，分矿这一边的话，港街也要被拆掉。剑圣有没有单传？那没有，这个分矿好像也开不出来。可以，这边的话恐惧魔王一个人回来能守住不？守不住。哦，这里要不顺便把恐惧魔王给带走。好，先变一下小歪，剑圣一刀下去把小歪给打醒，然后飞龙的话过来自爆撞一下天鬼，一发诺瓦下去自爆撞过去，哔哔，可以，两个天鬼炸掉，剑圣吹起来，小歪不要被秒，小歪不要被秒，小歪赶紧往后撤一撤，好治疗奶一口。这一波团战回来打的也是比较的细，来人口61-55，双方人口掉的都比较的多，群补先吃一个，剑圣的话又被睡了。好，这边反吹一下，你吹我，那我也吹你，来继续。那 Happy 这一边的话还用了一个大招啊，把一个飞龙给占据了，飞龙变成我的兵。那剑圣这边呢，哈，差不多也把那个大招给用完了。哦，这一波拼完之后，双方的人口啊掉的都比较的多，但感觉还是 Happy 想赚一丢丢。我们的金矿快要踩空了。来，这剑，哎，剑圣还不想走，还想去这个分矿搞一波。这毁灭感过去嘛，状态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好。好，来了，里面还有一个冰塔，小歪的话有五级，身上还有一个吹风，牛头也是升到了三级。来了，双方六个英雄大乱斗，天鬼过来，我这边已经没有空军了。好，接好就收，牛头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哎，小歪没有治疗的，哎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。TP 到小歪身上也是有点风险的啊。好，这个分矿，哎，这个分矿刚才居然守住了，可以，主要是这个尖刺升的好，这个分矿守住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来飞龙赶紧接手一下这个分矿，狗子还敢过来搞事吗？我们看一下，狗子还在等自己的大哥是不是，大哥马上过来，鹰影的话也过来侦查，回来的话部队补补状态。这一局就是斗智斗勇啊，互相开矿。剑圣这一局装备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来了，听说有狗子想搞我，哎，狗子跑了，好，过来杀农民。这边飞龙过来处理一下，剑圣5.5级，这一局剑圣很有机会到6级。那狗子现在被逼动了，能跑掉吗？哎，跑不了了 ，Happy 后续部队马上跟上。哇呀，5级剑圣已经开始300的一个输出了。Happy 好一个科多干掉。Happy 还是不敢莽上，先把自己的部队集结一下，状态一补，毁灭一飘，好，要上了。那弗莱的话已经开始转其他地面部队了啊，不会盲目的转空军，主要是飞龙打到后续面对对手高等级的英雄有点脆。来，牛头牛头，能不能杀英雄？踩一脚下去，好吧 ，DK 的话提前交一个 TP，Happy 这个预判还是强啊。这一波 Happy 想过来抓对手，结果被打了回去，嗯，有点亏。好，分矿的话，我们看一下 Happy， 哇，继续开矿。Happy 始终领先 Fry 一个矿啊，鹰影继续侦查，这边还是要转科多啊，科多的话可以吞，也可以对空。剑圣分身，这一边的话 Happy 马不停蹄继续过来，我 DK 双蓝屏啊，就是想把这个分矿给整掉。这边的话 Fry 已经开始混编部队了，萨满有嗜血，飞龙啊，猎头都有，嘿，
混编部队质量比较的高。那这边的话，哎，猎头看见了，不好，兵荒有情况。那这边整体部队拉过去，78、76，双方人口还是比较的高。分矿这边有一个地洞，好，回来的话怕来不及，直接叫 TP。 那欧皇一看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就撤一撤，贴个加速。弗莱不想放过对手，来上来的话，物油，对方打这个飞龙打的是舒服。好， Happy 直接叫 TP， 相当果断，剑圣输出太高啊，恐惧我完全扛不住啊。这一波再一次把 Happy 给打下去，这 Happy 疯狂交 TP 也不太行啊，虽然你多一个矿，但这个起源这么造下去好像也是有点撑不住。Happy 还想继续开矿不？哇， Happy 开矿开出瘾来了。哎，刚好小古文说真巧，我也想开。现在的问题是 Happy 正面好像不太好打。好，嗜血一家先把牛头给睡一下。来，恐惧魔现在二级斧风，打这边血比较少的单位还是比较舒服的。欧皇骷髅术一招，来这一波团战。好， DK 追起来，小白现在的位置还可以。牛头的话我们看一下魔法值不是特别的多，小歪治疗哪一口，盯上小歪了，小歪立马就跑，盯上我了我就走。好，那这一波小歪没有杀成功， Happy 的话只能叫 TP。 那 TP 一交，这个喷矿的话弗莱就能拿掉了啊。嘿，这小四星小苦工还打起来了，可以，大哥哥们在打，我们小弟也不能闲着啊。来，这里谁敲谁，目前来看是小四星能打赢，但是这边有剑圣的帮手。哎，那这边赶紧把取消吧，别拖了啊，再拖下去的话费钱。 Happy 好像还不怂，他还想过来正面刚一波人口。 Happy 表示我都人口领先了，但是兽族这边，哇，剑圣太牛了啊，剑圣现在还差23点经验值到六，六级之后开个大招，贼猛。 Happy 要上不？哎， Happy 来了，弗莱赶走不？你一走对方就来啊。好，小苦工暂时还没有放基地，弗莱来来来来打打，小歪状态不好，剑圣差一丢丢经验值，阴影先过来看一眼。哦，有情况，走。这 Happy 这一局出了 N 个阴影了啊，非常多阴影。好，走。那剑圣过去一看好像不在，哎， Happy 一看对手是不是走远了，走远之后我再回来。好， Happy 还弗莱还是稳，插了个眼睛，这个眼睛插的太保守了啊。哎，要不插着这再插一个，阴影一直在跟着在跟着。好，小苦工过来支援一下这个分矿。哎，弗莱刚想走，这边就来了。好，上坡的视野比较的广一点，所以看见欧环在附近，那我不走了，有种你跟我打。弗莱67，欧环79，哇，欧环领先12人口，但是弗莱的话这个部队比较扎实。好， Happy 其实部队不多啊，主要是他矿开的太多了，农民出的有点多。哇， Happy 1、2、3、4、5要6个矿了，弗莱4个矿，他6个矿，这一集哈10个矿，我的天哪， LT 这张地图就这么好玩啊，疯狂开矿，疯狂出兵，后面英雄等级非常高，玩起来跟 RPG 一样。好，剑圣分身也是侦察到，弗莱一看，哎呀不行，我还得主动出击，这欧皇狂疯狂开矿，越开越多。小歪要不要变一下，这边有阴影，好，看见了，你在这。哎呦，秒狼骑，这一波的话先冲到你家里去，反正要叫 TP 啊，先冲到你家然后我再走，是吧，离我的矿远一点。好，欧皇就是甩一波技能然后走，反正能赚几个单位就赚几个。来，这个矿应该是开不了了，但是弗莱这个矿能不能开成功不好说啊，因为 Happy 就是故意把你骗到这边来，是吧，然后去拆你的矿，你拆我的我拆你的。这边的话基地造好之后可以交一个 TP 过来，可以。弗莱这边有 TP 吗？小歪身上有 TP。 好，大墓地刚造好，哎，那这拆下去要费点时间啊。 Happy， 哎， Happy 的话80人口，弗莱的话也是80人口。好，两个人又开始疯狂爆兵，剑圣的话六级了，六级之后意味着剑圣有大招了，但是他是不是没有升啊？311，技能还没有去点下去。来了 ，TP 一交，那 Happy 这边要不要怂？嗯，怂不怂？哦呦，这边赠物有点多，也是开始疯狂出地面部队了啊！80大战80，剑圣往前冲，来来来，剑圣往前冲，往前冲，好，剑圣还是升了大招，可以。剑圣这一局是不是要用一下大招？现在人口差不多啊，都是80大战80。Happy 的话视野稍微领先一点，阴影的话随时侦察对方一个部队。
好 ，Happy 找了一个阵型，散得开的地方，哇，上来就是甩技能啊，技能甩下去贼舒服，剑圣一个分身，后面部队马上跟上来，剑圣，哎呀，这叫 TP 啊，欧皇叫 TP 的，哇，这368，六级剑圣，嗜血剑圣，这个输出太猛了，368，这一级看看能不能破400啊，这正面确实不太好打啊，这剑面这个输出太给力了。好 ，Happy 这个分矿稳住。嗯，小四神过来干嘛？小四神还是想找机会把这个分矿给开掉，但弗莱走之前插了一个眼睛。哎，这一波直接怼到家门口了。地主，你想换给我跑家来了啊！弗莱追正面上去，哎呦上来，哈，每一次上了欧皇就甩技能啊！弗莱的话都要掉一两个单位。啊，剑圣这个名字哎不是特别吉利。好哇，开个大招 ，Happy 交 TP， 来一个憎恶能不能干掉？好，憎恶干掉一个可以了，这个团战不亏。哎，这个憎恶，这大哥都走了，你还过来？小歪有没有跟上？好，没有跟上，那走，关键是这里发现有情况。哇 ，Happy 一口气三个建筑放下去，又把想把这个矿给开掉，然后呢，还被这边想把这个 Fly 牵制住，那 Fly 赶紧去拆。我这一集的话，双方就是开矿开上瘾了啊！现在 Fly 是四个矿。欧皇是一个矿，两个矿，三个矿，四个矿，五个矿，六个矿，七个矿，马上七个矿，四矿七矿，哇，这欧皇的矿是越开越多。好，这边有一个矿，懂了，哇。剑圣刚才那个大招开的舒服，牛头 3.8， 嗯，还差一丢丢啊，牛头还是到五级之后比较猛，杀英雄比较猛一点。来，哎 ，Happy。这一波要进阶了，弗莱这一波看看阵型调整一下，见面之后欧皇，哇哟，直接贴脸 TP， 可以，先把牛头给定住，牛头踩不了，剑圣的话现在也没有大招，好，牛头，哎，赶紧踩一脚，科多的话吞了两个憎恶，可以，这两个科多立功了，吞掉两个憎恶，小歪走位小心一点，身上有 TP， 哇哟，这剑圣输出下去，乌鸦扛不住，赶紧把剑圣睡掉，那恐惧魔王，哇，四个欧皇恐惧魔王，哇。350啊，这剑圣一刀下去，英雄扛不住啊 ！Happy 撤！好，那这一波团战打赢，弗莱表示那你这个矿就没机会了啊，这个矿好像也没机会，也要马上拆掉。那 Happy 现在要不要去守？要不要去守？你这一下丢两个矿难受。那现在去守，看到这个剑圣，好恐怖啊！来，剑圣继续拆，拆完这个拆这个啊，矿比较的多。牛头的话也是升到了四级。来348，剑圣的话输出好像还没有破400的，这个剑圣嗜血化，再加上三个弓爪确实是硬啊，输出高。好，弗莱的话这边开矿 ，Happy 的话也是侦察到了，哎，不让你开啊。那这个点的话，弗莱这边是有眼睛的，所以知道。这一边弗莱的话这边矿，欧皇要过来拆，这一局欧皇领先很多矿，但是呢，他这个矿开的怎么说？这个矿开的收益不是很高啊，开出来没多久老是被发现。好，这一波的话把你农民给杀完，弗莱这边哎，要不要交 TP 呢？这个矿好像也不太好守，拆起来稍微的有点费劲。这个矿想开，小四神这边由于有一个尖刺反弹，所以自己的话要掉啊。好，拆完之后要不要交 TP？ 还是要把这个基地给拔了。这边的话也要被拆掉。好，那拆完这一波的话 ，Fly 啊，虽然说 Fly 的矿数量落后，但是经济 Fly 领先。你 Fly TP 用的比较少，兵也死的比较少。欧皇的话是一直交 TP， 一直死兵，费掉费钱。好，拼完这一波还是80，大战80。现在小 Y 的话 5.5， 牛头 4.1， 双方的话打的不是很多啊，每次一碰面，欧皇就怂了交 TP。所以经验值吃的不是很多。好 ，DK 的话这一局有六级了，没有升大招，升的是三级光环，跑路比较的快。哎，这个分矿马上要被拆了。哎，整体部队啊，交 TP， 交 TP， 这不交 TP 的话，来不及了。Happy， 我直接交 TP， 你敢信 ？Happy 跑家了。Happy 表示能屈能缩，大丈夫也。嗯，现在 Happy 矿有几个在踩的呀？一个矿踩，两个矿踩，三个矿再踩，好，三个矿再踩。弗莱的话是一个矿再踩，啊，弗莱只有一个矿再踩，但是弗莱刚才的存款比较的多。好嘞，继续拆啊！弗莱现在是见一次拆一次，见一次拆一次。欧皇的话也是没有脾气，主要是正面打不过啊，这个剑圣的输出太给力了。来了，这一波拆掉，后面的话跟了一波，哇，这个部队数量有点脱节。拆掉，
那欧环的话中间哦有小苦攻是吧，好接一波恐惧王四个头环，巫妖的话装备也是不错，就 DK 稍微的有点尴尬啊。 DK 说我只是一个工具人，来拆完之后呢整体部队跑啊，部队这么多拉扯起来比较费劲，那这个矿开不出来，这个矿好即将开出来，剑圣再去侦查对手的分矿，这里一个矿2000多块钱啊，不多，这个矿的话6000多块钱啊，也不是特别的多，这个矿的话应该是开不出来。好 ，Happy 这个矿的话，应该可以抢回来啊。这个矿开不出来，人口76、78，看起来欧环领口多啊，但是正面哦，欧环忍不了啊，都打到老家了，那这一波正面必须接，剑圣分身来 ，Happy 这下都打到我家了，这一波团战要接一接，那这一波能打赢不？哦呦，这一波治疗守卫一插，哇，火力有点凶，剑圣又开始疯狂输出了，牛头被睡。兵甲一套来减一下剑圣的一个速度，好，其他部队没有跟上的一个一个给你秒掉，牛头现在等级 4.5 还是没有到五级啊。 Happy 这面完全没法打这一局，好，打到后面之后还是剑圣给力，来贴个加速，好，杀英雄遇时不绝秒英雄，无敌一交，无敌一交，我弄毁灭，然后猎头哎，这一波猎头稍微的掉的有点多，科多输出也可以，Happy 还是打不赢啊，没办法 ，Happy 的话也就三英雄甩技能，但是剑圣这个物理输出太给力了，哦哟，恐惧魔能走掉不？围住围住，狼骑一网，剑圣的话别睡了别睡了，站起来撸，好，恐惧魔解决掉，毁灭的话往下来，这一波赚的有点多，好，跑的来和尚跑不了庙，你走是吧？那把你的三本基地给拆了，三本一基拆，那 Happy 这边啊买道具都是费劲了啊。好，这一波大赚特赚，剑圣还是牛啊，小外身上有蓝瓶有群补，道具比较齐全，那 Happy 接下来的话怎么办？这打到中场之后 Happy 正面完全就打不过了，这剑圣的输出确实给力，关键有抗魔，小秒也秒不动，只能够是吧用恐惧王来限制，但是恐惧魔要限制两个英雄啊，一个老牛一个剑圣，太难限制了，来这边把你的建筑一拆，很好的掠夺啊，拆建筑的话也有收入，Happy 的话，哦哟，这个部队数量是越打越少，难受啊。Happy 表示我人口看起来挺高的，但其实作战人口有点少。好，科技被拆，那我重新再升本，这个矿3000多块钱，腐赖的话还是要守的啊。正面 Happy 打不过，跑跑跑路，准备干活，只能跑掉吗？还是要交 TB， 不交走不了。小秒剑圣，剑圣的话治疗一给走，狼骑往一下别走。两个人真行拉好，剑圣要不要再开个大招啊？剑圣魔法值不太够，哦呦，差点被秒。小歪小歪，还有一个蓝瓶可以吃一下，好，牛头踩一脚，还比多次小秒英雄啊，有抗魔在，这个剑圣确实不太好秒。不过打残局之后，这个剑圣输出不需要太高啊，要不要考虑把一个道具给卖，把一个道具给卖了，换成一个什么无敌之类的？那这一波打完之后剑圣还是有点小风险的啊。好，确实把一个攻速手套卖掉，换了一个无敌，换个无敌，这一边剑圣分身，好，发现这里还有一个矿，这一局 Happy 的矿开的确实多哦。 Happy 这边两个炸弹人 biu biu biu， 好，我这边取消炸一半没有炸掉，哎，这小苦工进去会不会被炸死啊？你不进去的话对手在这里哦，好吧，还是炸掉了。这一波 Happy 1000多块钱，弗莱的经济好像有点撑不过去了，哎，弗莱现在好，两个矿在踩，行行，有两个矿在踩，钱还可以慢慢恢复。剑圣现在装备还是给力，小歪的话净化药水一吃，牛头即将升到五级，五级之后三级踩力板，天崩地裂。 Happy 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秒剑圣，但剑圣现在补了打了一个补丁是吧，加了一个无敌，不太好秒啊。小歪马上也到六级了，六级之后小歪看看要不要升个大招啊，贼舒服。好，人口70、73，双方人口差不多，这一局弗莱的话一直在拆矿的路线上走，欧皇是一直在开矿，好，拆拆拆，剑圣的话六级大招 CD 好了，主要是魔法值够了，无忧，小歪六级了啊，小歪六级，后面团战的时候小歪要是站得好一点，哇，团战开个大招那叫一个舒服。牛头也是到五级了啊，三英雄都在自己最美好的状态啊！当然牛头说如果能到六级那更加爽歪歪。好嘞， Happy 的话已经买了两个回城啊，为什么买两个回城啊？因为自己掉了基地，
所以后面每次要去中立商店买比较费劲，我拿我一口气干脆买两个 TP。 好，来了，那弗莱的话要交 TP 啊，这个 TP 不交分矿，哇哟，上来直接甩技能。哎，弗莱的话选择的是想骗对手啊，骗对手，但是欧华还是哎，他还是交了 TP。 有人需要医生吗？好，看见了对方的部队，来这一波弗莱把欧皇堵到家门口了。哎，刚才不是假的吗？欧皇怎么还是交了 TP？ 好像手一抖就交了。好，剑圣，我们看一下，上来想秒小歪，小歪的话，哦哟，位置有点差，往后撤一下。好，杀恐惧魔王，恐惧王直接秒掉。然后呢 ，DK 也要被秒掉了 ，DK 也秒掉。哇，小歪大招一看，哇，欧皇直接退出游戏。当然打了 GG 啊，只是我们这个视角看不到。那我们恭喜弗莱。这一局大图战胜欧皇，确实猛啊！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，记得点一波关注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